去哪里？你去吧。是了吗？嗯，你再去吧，你还有什么好东西了吧？你怎么站起来啦？嗯，你看那个坏人这个闹心。扔别人了，只能给哟、哦。哇，爸爸，给你。哎，本地黑猪。你起床了，哇，你们真的是好朋友哦。他是先夸我，我拿球。真的吗？你们不是好朋友啊？还行吧，你说他好好像也挺好，有时候他当然有时候为什么他要揍我。不能砸别人了吧，好不好？不能砸别人哦，这个妈妈很严肃的跟你说。嗯，起来吃早餐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啥子了吗？这个不用擦。
嗯，他一直想插。你这样自己换一下。你要不要给那个小小那个叉叉他？会不会容易一点？没事。然后还有奇异果。嘿。你加油咯。乐华刚才很好玩，被奇异果酸到了，抖了一下。妈嫂嫂好不好？其实我觉得他稍微有一点会用嫂嫂，但是就是小孩子没有耐心，一扫起来他就拿手另外一只手配起来吃了。他是用自己的方式。是吧？嗯。没关系的，看能吃上就行。乐爸有个忠实粉丝，忠实吃货观众坐在下面。平时我们会把狗狗关进房间里面，不然那个叫什么，乐爸吃饭就不专心，他就会一块一块拿去喂狗狗。但是他爸训练乐爸吃饭真的很有耐心，以至于他现在都能坐得安安静静的，就不是现在一直都能，所以就是跟大家吃饭会很省心，然后大家很喜欢约我们一起吃饭。嗯，因为乐爸就在旁边自己吃，他可以自己用膳。这个 kiwi 看起来就很酸，自己吃饭的宝宝最乖了，是不是？自己吃饭，自己睡觉，是不是？还知道我讲你？嗯，你吃嘛，是吗？嗯，我们过来吧。你又要帮忙搞卫生了。你要拿什么东西？你的脚脚还踩上去。你要什么？臭了是不是？臭了，爸爸。哎。臭了。嗨。Changing time。过来。小宝宝过来，他偷笑一下，然后就逃跑了。臭了。